快点啊！哎呦，你这个人是残忍啊！哎，走这边，走这边，对吧？左边，那是个坑，就得让他们往坑里跳。啊！啊！啊！快点！慢点，快点！ 快点啊！肚子好饿啊！后边的跟上，跟不上晚上就别吃饭。，有点意思。快点，你们几个，快点！ 只有两个及格，其他都不及格。王狐狸，这帮女兵，我记得好像是有另外一个标准。我已经考虑到这一点，所以把标准给降低了。如果按照总部的要求，那训练他们就不用去了。 本来他们就是各个连队最好的女兵，这后面的一个及格都没有的了。啊，您看一看，那个女上尉，本来是可以及格的，她在照顾整个队伍，所以，那个陆航旅的引导侦察班女班长，按理说这体能应该能及格呀。 过来帮我搭把手，我恨不得给他一枪，在战场上，我们能给掉队的战友一枪吗？快呀，你可以的，快点走！加油，快到了！加油！快点，快点！大哥，大哥，行行好，别够劲了，哎呀，可能筋疲骨也行啊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哎。
只要你退出，这个鸡腿马上 塞 到你嘴里，怎么样？这，我要，不是，现在是谁要吃？快走！我去世了！哎，食堂就在那面啊，在坚持一下，饭已经在锅里了啊！快跑！我想死我妈了！快跑！快跑！快跑！来，快起来！ 走走走，我走！哎呀妈呀，比猪还沉！啊，这都怎么跳舞的？对不起，哎，没事没事。 倩琪，放下我吧，我真的不行了。再坚持一会儿，你看，终点就在前面了。来，咱们当兵的，掉血、掉肉，不掉队，流汗，不流泪。来，可是我过了今天，我也过不了明天。 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得也吃？你吃吧。行了，干什么去？你这战已经违规了，知道吗？快，快，快，快！谢谢你。犯啥规了？他到了终点，又直过头去帮着别人，这就是违规。我不让他去，他非要去。我就知道你们特战队不需要活雷锋。 哎哎，怎么说话呢？啊，什么叫我们不需要学雷锋了？那欧阳靖去帮忙算什么犯规啊？你懂什么啊？那是为了让你们在战场上不拖累战友，明白吗？哟，新鲜了，这个我还是头回听说呢。战场上丢掉自己的战友，那就是解放军了。我严重怀疑你们就是鬼子。怀疑什么？ 这个问题，等你加入火凤凰就明白了。现在你们必须经过一轮一轮淘汰，成为人间中的人间，精锐中的精锐，知道吗？那我姐们儿还会被淘汰吗？没这么严重，不过要扣分。哎呀，那你不早说！哎，你只要不被淘汰，工分以后慢慢挣。哎，我去了。哎。 别闹了，把枪卸了。这些东西是要发给你们的，每个人都有。这什么呀？没什么可笑的。为什么发给我们这个呀？ 在水里会留下你们的血迹，这样会随时暴露你们的目标。在晚上的时候还不明显，到了白天会非常非常的明显。在你们特殊生理期时，你们就要用到这个。一会儿自己来拿吧。老狐狸，有你了。
来吧。没什么不好意思的，来呀。抓紧时间，快！命令，检查身体。没什么不好意思的，到了特种部队，女人就是男人。哎，那男人是什么呀？是牛，是马。哎，炊事班的，说你呢。我，哎呀，我都把自己给整忘了。哎，走吧。怕什么呀？例假是承受女人的权利，你不来例假，你还怎么生孩子啊？快走！这样吧，你两个马上到医务室检查身体，根据医生的建议参加训练。去吧。是是，教官。教官。走吧。